这边的感受分为外面像山水画的情境，使得我有源源不绝的创作理念和一些想法，在创作上面会回归于自然，而跟自己的感受合而为一。我是张庭宇，今年23，华范美术与文创学系硕一生。会有主观色，对，啊，造型会有变形，有一点。2016年的12月的时候，系上为我们办了一个师生联展。整个策展的过程是由我跟同学们一起做的，很棒的是和老师的作品一起被展出，让我们有机会向老师学习，希望以后的创作可以更成熟，或是更大胆一点。六位同学，我感觉就是说，从他们很懵懂的进入大学，然后这4年，甚至现在进入第5年的研究所的学习，从不太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到很清楚现在对于未来规划已经有一个方向。那在专业上面学习，我相信他们也都具备了可以当一个专业的艺术家的一个能力了。浮游生物是群聚的生物，借着就是这个不知名的生物去暗喻，就是我们社会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是就是跟我画面中的水母一样，是随波逐流的感觉。在师生联展里面，我用的作品是，它名字叫染色骑士，那主要是亚克力和蜡笔为主素材，用这样的颜色的效果和那样黄干剂的搭配，能够做什么样的呈现？更关心自己，然后更沉淀自己，所以我选用的都是纯白色，整个的样子是很沉静的，然后用这些棉啊麻去布置整个画面。这次创作的题材，我是用大自然为一个取材的元素，我会加入一点水汽或是雾气的，去做一个画面的一个流动，瀑布的那种味道。然后比较喜欢用颜色去分，比较有感情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学生可以从策划展览到展览呈现过程当中学到很多的实战经验，那这个过程他们就会学会怎么样组织这些作品，然后运用这些作品跟空间结合，规划出他们的自己的一个展览的特色。更重要有一点就是说，他们作品的呈现获得了一些参观者或者是藏家的一个肯定，在这肯定的过程让他们更有信心往下走。系上老师曾经说，要创作就要先学会观察，
一年级开始的理论课，注重思考能力的启发，让我学会看事情要有不同的角度。二年级开始创作的时候，老师会针对我们个人的表现，建议参考风格类似的艺术家作品给我们看，让我们再回头检视自己的创作。这样的方式对我的学习帮助很大。这个艺术家叫 Richard Prince，把 IG 上面哦他的朋友的图像呢截下来做成展览，会不断的希望他问自己他要做什么，然后在理论这边我们给他看到各式各样的可能性，然后再做一种自我的责问思辨以后，他就会产生他今天比较能表达，那也比较能够对别人的作品产生批判性思考。他那个画面其实是有一种收摄感，好，所以那个收摄感其实会让里面这些纹理都变成凸显，再加出几个比较显性的一些符号。这个时代它是一个知识爆炸时代，所以如果你没有很独特的个人创作思考或者个人的特色，基本上你没办法在这个专业领域，尤其在纯艺术创作上得到肯定。其实有些树它是不开花的，那有些花开的时间也不一样，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其实他如果可以持续坚持自己的想法，其实他成就的时间可能不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是要等待的。他的爱心跟耐心，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从事教育的人必须要去坚持的部分。蔡爸以前留学过西班牙，现在他为了栽培我们，运用人脉为系上规划游学和交换生制度，打开我们的学习视野，也让我们有机会和国际接轨，在陌生的地方学习和生活，让我们有所突破和成长。现在同学们有的想当艺术家，有的想当策展人，也越来越清楚未来要做什么。西班牙环境很适合学习艺术，所以在这之后我们就跟对方的学校就谈进一步的可能，是不是说我们同学可以在这那边读研究所，或者是交换学生。我想向蔡爸说 muchas gracias， 让我们的研究生可以在华范读一年，然后到西班牙的贵格大学读一年，之后呢，如果说他的论文通过审定，就会拿到两张文凭。应该算是冲击很大吧，因为在当代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的作品都在现场看到。在国外策展这件事情是很专业的，我也有希望自己可能可以当策展人。我终其一生一定都会一直在画画，不论我做什么，不论是当老师、打工、换宿什么的都行。现在是一个很强调文创的一个世代，你对未来的期许，你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想象，我觉得这是你必须要去坚持的。我是张庭瑜，很高兴自己在高三的时候选择了华范美术与文创学系。谢谢华范，谢谢老师和同学，让我更认识自己，摸索出未来要走的创作人生路。不要满足现况，运用你的想象力，就像画一张画一样，你用心用感情，然后不断的自我要求，我相信你的画面就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接近你。